是这座城市灯火长明不衰，勇气是这座城市追梦赤子澎湃，人潮和人海隐藏张扬与无奈，当你回头看多感慨。向东好帅呀，赏饭花吃。妹妹，走一个。妹妹，谁你妹妹啊？边上待着去，别跟我这气。哟，口够正的呀，哥请你喝一个，他是看得起你，不识抬举是吧？我说这位，大过节的别找不痛快啊，耍流氓别地儿耍去。哎呦。今儿哥给你表演一个怎么耍流氓，来！出去！你先别说话，别说话！你们家老爷子是包子的吗？怎么得谁咬谁呀、啊？戴维，缺心眼吧你？谁让你大晚上跑我们家来的？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答应你什么了？答应你什么了？张先生，咱不带这么厚饭账的啊！你答应我什么了？你说你答应我什么了？就算我答应你了，你得容我点功夫吧，容我把事儿摆平吧。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找上门来了，好事也让你搅黄了。我告诉你。这事吹了，没戏了。我不管，这方子我还就注定了。戴维，你以为这是德国的啊？这是北京，这是我的家，还你定了？你长这么大是不是没被摔过呀？嗯，是不是没被摔过呀？嗯，啊，是不是没被摔过呀？嘿嘿，别动，别动。喂，挺住，我马上到。喂，哎呀，别跑啊！聚会呢，啊啊！我马上到。李大哥，我这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一趟。都得你先忙了。哎，叔叔，您慢走。啊，我走了，走了。小九啊，下手还是轻啊。对待臭流氓，就得让他们长记性。没错，看来我还得好好练练。行了吧，你姑奶奶还练呀？这怎么生了你这么一野丫头？真是。行行行，回见啊！哎，大半夜不回家，你干嘛去啊？别管了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管不了，你管什么呀？回家吧。哎哎哎哎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你这当叔的，我们家小小能学得了好啊？庄志存。别拿我当撒气法子啊！你们家上梁是你，要歪打你那歪的，要歪不到我这儿啊！哎，我哎，站住！
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想跟你说句话。说吧。今儿谢谢你啊。就这。啊。没诚意。改天请你喝酒。奇怪呀，时光怎么不停下？奇怪呀，你为何笑我傻？哟，我也想喝酒。少了冬季的春还是春。哎，该你请客了。Of course， 鬼街马小。走着。我看你狂奔的步伐，永远别想追上一把。远远的，那风儿被你留下。爱情啊，来世一场。发涩，那是你昨天晚上没睡好。嗯，叮了咣啷，鬼哭狼嚎，闹了大半宿，能睡好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没习惯？哎呀，这一年呢，得闹三季，好不容易盼到冬天啊，能消停会儿吧？昨儿晚上闹得比什么时候都邪乎。我有点事儿。哎，你待会儿上班的时候啊，告诉那于胖子啊，他忒不仗义了。他又怎么惹着你了？昨晚上和哥几个去你们那儿吃饭，他再给我打一八折，弄得我倍儿没面。我们饭馆生意好，给你留座打折已经算对得起你的了。要不是你在那饭馆，我才不去那儿吃呢。那小胖子，我帮拔了多少份呢？现在当老板了，这事儿的不给我打个对折，也得给我打个六折吧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啊。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，这两天饭馆生意好，我得赶紧去了，省得于胖子就数落我啊！他敢，吓死他！啊，行行行，不敢不敢。哎，你慢慢开车啊。好嘞。牛爷，早啊！三爷，吃了吗？三两包子，一碗炒肝，一碗卤煮，外加一碗豆腐脑，溜溜份儿，姚记的。嘿，您这早吃这么多，不怕吃顶了啊？一天之计在于晨，早点不吃，横点一天没精神。哎，六子啊，把你车挪开点。大哥，我马上给您挪啊。说你们这帮，二爷放着大马路不走，胡同里钻什么呀？哎呦，三哥。咱这不是胡同游吗？不往胡同端往哪游去啊？哎，三哥，你瞧见没有？老外啊，就好这个。这帮老外也新鲜啊，这破胡同有什么看的呀？哎，你们说，三爷几把轮才能把头调过来？他那个技术怎么也得四五把？四五把？
昨天我给他数了，整整打了七把，那还差点把墙壁撞到一块儿呢。哟，是吗？啊，哎呦，哎，三哥，三哥，您瞧都见了汗了，嘿。连我都咳嗽了啊！哎，这是三爷不够累啊。三爷，您这大病也忒老了，太低您三爷的份儿了，三爷。就是。你们懂什么呀？这叫虎头奔。开的是情怀，不懂就闭嘴。慢着，来吧，哥们儿，喝着吧。嗯，高木，很香。哟，行啊，门清啊你。我懂了，还多着呢。那你们北京人的话来说，这个味儿啊，倍儿地道。你北京话说的挺溜啊你，大卫。哎，你还有脸登我这门呢？我范建成吗？昨儿晚上你不是说要摔我吗？我今儿登门来看看你怎么摔我。不是说事儿吗？呛了起来怎么还好好说事儿？庄志明先生，我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。我跟你开玩笑。我今儿登门是想跟您解决问题。您家那院子我真想租。有的事儿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想在这片租房啊？你住五星级大酒店不挺好的？是这样啊，我这阵子不是一直在什刹这边拍照吗？我就喜欢这个地方，喜欢这里的胡同，喜欢这里的四合院，这里接地气儿，比我住的那酒店强多了。哎呦，在想，如果我能住在这个地方，那将会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。而且，对我现在正在做在北京的那个文化的一个专题，很有好处。但是我更喜欢这边是沙海，夏天可以划船，冬天可以溜冰。是。而且周围有很多那种古代的王府和花园。而且这是一个老北京的一个商业活动区，你看这里有南锣鼓巷，对吧？烟袋斜街啊，钟鼓楼啊，对吧？都在这里。但是最奇特的是，这里边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酒吧，就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大荟萃，是在北京城市里别的地方找不着了，太有意思了。来泡一个。范儿，范儿，哎，来，找我有事儿，老板。哎，忙完这顿饭可啊，你找我一趟，有事儿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现在说呗。这么忙，我这事儿啊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明，一会儿咱慢慢聊啊。行行，老板，去啊。哎哎，来了来了。行，就冲你这么热爱北京哈，这忙我帮了。你说吧，除了我们家的院子啊，你还想要什么样的？中式的、西式的、便宜的、大的，是吧？这湖边不就完了吗？我什么房子都不要了，就要你们家那院子。你为什么非要我们家的院子呀？我自然有我的理由啊，你就别问了。不是你住我们家院子
啊，不让我问，凭什么呀？你一定要问的话，那我就说你那院子风水好，成吗？你还懂风水？爸，我看看你打扮的，哎呦喂，真难看！不是，您好歹也是去相亲，这么重要的事怎么穿得跟唱歌剧的似的呀？还有点退二。哎，你个臭孩子，有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？我还没问你呢，昨天晚上一宿没回家，跑哪儿去了？嗨，我跟那嘉玲、美玉吃马小去了。哎呦，姑奶奶呀，你这仨吃货吃饭没个点儿啊？白天吃，晚上吃，不怕吃死你？那我们是吃货三人组是吧？吃就是我们仨正餐。吃东西不能吃一宿啊？吃完饭。去你妈那儿了。哼，您还真猜对了，我确实在我妈那儿唠的挺。哎，你三天两头往你妈那儿跑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你亲爹了？我警告你，你敢胳膊肘往外拐。没有，您放心吧，我永远是您的贴心小棉袄。您是我亲爹，咱俩亲着呢。就会拿嘴甜我。帅，这不行啊！赶紧给脱下来吧。脱了我穿什么呀？家里家外就这一身正式的。给您准备好了呀，您搂搂。真的。嘿。老板，你找我？哎，你们家志斌啊，是我三哥啊。按理说我该叫你嫂子，别老板老板叫的，听着生疏。别客气，有什么话您就明说。这醉八仙啊，我不想干了。醉八仙生意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干啊？我也知道这生意好，我也舍不得。可这醉八仙再挣钱，也架不住我。您想把这醉八仙盘出去啊？不盘也不行。生意一直这样啊？午饭和晚饭两个饭口得发好几次台呢，现在是淡季，旺季比现在还火。没错，每天把份儿累得贼死，回到家里头都跟散架似的。我就纳闷了，这么好的生意，于胖子为什么要把这馆子盘出去？怎么个茬啊？我看看你。别去，隔三差五的来这么一次，我们都习以为常了，出不了大事。什么情况？于胖子就是好赌，现在欠了一屁股两类债，这不债主要上门了吗？所以呀，他现在开不下去了，想把馆子盘给我们。爸。这可是天上要掉下一个大馅饼，直接砸咱脑袋上了，傻子才不接呢。回去说。哎呀，看看。哎呀，你别多管闲事儿，你我看看，你就看我就行。好，我们有请下一位蒙面佳人登场。您好，做一下自我介绍。
大家好，我是四号女嘉宾，今年46岁。刚才您说到老公了，那我想问您，如果说选择一位爱人的话，您的理想爱人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年纪应该在50左右吧，我不希望他多么英俊、高大威猛，多么有才华，我只希望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最好是有过感情经历的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有过感情经历，我能不能理解为，最好是离异的？我不觉得离过婚有什么不好，我认为男人离过婚可能更懂得感情，更珍惜女人。哦，是这样的。那您对您的爱人的职业和收入有什么要求吗？我没什么要求，因为我的收入很好，我只希望他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最好呢是在环保工作的，科级干部。哦，这个问题说得非常的具体，而且又很特殊啊。就为什么是科级呢？我认为这个年龄的男人是科级干部，一定是那种任劳任怨、务实的人。哟，这女的不是刚好是为我大哥准备的吗？离异，在社会公益性组织上班，正科级。这姑娘条件跟咱老大真是严丝合缝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。好了。这个女嘉宾已经介绍完了，那下面有请男嘉宾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哎呦，只有这个2号男嘉宾留着灯的哈。那下面进入下一个环节，有请男嘉宾提问。您对女嘉宾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女嘉宾，我看您资料上写着，您上头写的是离异，我也离过婚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那种无助的孤独，还有不为外人知的空虚。哎呀，您说的这个我太有感受了。在外头忙忙碌碌的一天，就回到家里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哎呀。你就一个人躺在那儿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这种感受，也就是咱们有过这种感情经历的人，才能体会得到。等会儿，我插二位一句哈。你们当我们都不存在吗？姐，我看你快找着后妈了。去去，谁找后妈呀？才找。这姑娘不错，不俗大气，知礼数，有文化，还善解人意。老大要能娶上她就好了。好什么好啊？老大要是能跟慧心复婚，那才叫好呢。没错。哎，收一下。那显而易见，现在只有2号男嘉宾还亮着灯。那么呢，咱们进行节目的下一环节，就有请男嘉宾登场。让我们响起最热烈的掌声，欢送二位嘉宾离场，好不好？牵手，你起什么哄啊你？大哥，大哥，先坐下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丢人！冤孽呀！小小，你妈那是故意整你爸的吧？小小，
你妈你爸这脸都丢到网上去了，你还乐得出来？你真够没心没肺的。完了，我大爷这回算是臭了街了，这辈子甭想找媳妇了。你说的对了，甭找，除了我妈谁也甭找。哎，这话我赞成。小小，那是你布的局吧？啊，哎，但是呢，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给演砸了。哎，不过啊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要想他俩和好，这可是一工程，一个巨大的工程。哎呀，你给我起开！我就是起开。陈伟新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俩离婚六年了，五年零三个月，你别多说啊。你说多少就多少，我就想告诉你，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，成不成？你以为我想跟你有任何关系啊？切，要不是因为你是小小他爸，我才懒得搭理你呢。行了，别老拿小小说事儿了，成不成？小小人大了，独立了，不需要咱们了。是，孩子是大了，可孩子比你懂事多了。今天这事儿，要不是小小让我来，我才不愿意在这丢人现眼。小小让你参加的？啊。到现在你都没看出来啊！等等，我捋捋思路。好好捋捋吧。精神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比打领带显得年轻洋气。哼，哟，这衣服挺贵的吧？这您甭管了，算您闺女，我孝敬您的。嘿呦，我的亲姑娘，不光会用小嘴舔我啊，这有实际行动了啊！嗯，来来来，小喵，让爸爸抱抱，抱抱抱抱抱抱！哎呀，呦！行了，有你的中年大叔，您甭跟我这煽情了。那要是这么分析，你们娘俩是串通好的。那要再往下分析的话，那。这个很贵的，来，都脱了，脱了！你要不怕冻死，都脱了，还有裤子，还有皮鞋，脱呀！不脱，我傻呀！大冬天我在外头脱衣服，哼！爸，你别叫我爸，就你们那点破事儿，自己闹还不行。哎，还弄到网络直播上去了，你真把我这张老脸给丢尽了。爸，您现在都是名人了，就我爸跟我妈那段视频啊，在网上点击率都好几十万了。哎，您都有粉丝，要不给您开一微博得了，再组织一后援会叫存在，再配上汪峰那首歌，那大火。你这行了吧你？都是你给弄的，你还嫌你爸丢人丢的不够啊？这怎么丢人呀？再说了，您跟我妈那视频，那表白的那是真感人，中年男女谈恋爱的典范，是不是？您说您那词儿怎么想的呀？好多人都给听哭了。你拉倒吧，你别恶心我了。我知道那是你妈，我怎么也不会说那话。得了吧，我妈那是真心后悔了。您要说您心里一点没我妈，那是瞎说。小小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嗯，我说老大呀，啊，你也别扛着了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谁看不出来啊？你呀，就坡下驴，是吧？赶紧跟慧心复婚就得了呗。没错。行，哎，爸，您别劝了，这事儿啊，谁劝都没用。哼，我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了井绳了。陈慧心啊，我要再跟他打恋恋，除非我疯了。不是您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疯了呀？那怎么了啊？我妈单身，您单身，怎么不能在一起啊？行了，你给我闭嘴吧，别瞎掺和我跟你妈的事儿。你们大人怎么这样啊？没劲，我走了。哎，干嘛去？跟他解释解释去。你看这丫头急了，这我解释十多年了。用吧，歇了吧。你坐那，你坐。咱们今天啊开个家庭会，
有个重要的事儿，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肃？天大的好事！什么好事？哎，丫头，你爸回去什么反应啊？那能怎么样啊？暴跳如雷呗，说我胳膊肘往外拐，连和您一块算计他。那是，你是我闺女，你不向着我向着谁呀？哎，对了，家里人都看了没看？能不看吗？那他们看了以后什么反应啊？妈，放心啊，我爷爷奶奶包括我三叔三婶，那绝对站你这边。而且我爷爷都说了，您早就该跟我爸复婚了。哎呀，还是你爷爷奶奶最疼我。就冲着这二老这么说呀，我明天就去看他们去。必须的，趁热打铁，这次一定给我爸拿下。醉八仙接下来啊，那天大的好事儿啊！那个醉八仙我经常去吃，那杨师傅做菜啊做的不错，味道地道。最关键的，这醉八仙里里外外全是凤儿一个人打理的，那于胖子就是聋子的耳朵，一摆设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。咱们要把醉八仙接过来，那就是换个接钱数钱的人。还有啊。这再过一个月就到春节了，这订年夜饭的人肯定多，到时候咱们不是又多赚一点吗？对，凤儿说的没错，这个接手醉八仙这事儿不用商量，我100%赞成，我绝对赞成。那我更没意见啊，我不同意。啊？哎妈，那这么好的事儿，您干嘛不同意啊？你爸都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了。都75的人了，你们做小辈儿的就这么忍心，不怕把老爷子累坏了？妈，累不着我吧？我不跟您说了吗？醉八仙一切都是现成的，啊，不用我爸操一点心。你爸什么人你不知道？不操心，可能吗？庄维天，你现在就给我撂句话，如果说接着醉八仙。是为了给孩子们挣点钱，你一点都不插手，我就同意。嗯，那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，啊，都回去歇着，我也累了，有什么话，明儿再说。每天呐。咱都操劳一辈子了，歇歇不行吗？我也想歇，可是啊，我经常在梦里梦见我爷爷、我父亲指着鼻子问我：“怎么着？难道我们庄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厨艺，在你这儿彻底断了吗？”我不甘心呐。开饭馆我不为挣钱，趁我还能干几年，我就想把我身上这点厨艺绝活传下去。传下去？你传给谁呀？打小你就看好志斌，说他在厨艺这方面有天分，逼他跟你学厨，连高中你都给他报的是厨师职高，可后来怎么着？这小子愣是辍学跑夜市上练摊儿去了。为这事儿你们爷儿俩闹得好几次要断绝父子关系。哼，合着你到现在都不死心呐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我真没死心。这回不一样啊，这饭馆是他媳妇儿了，哎，他不为我不为你。为他媳妇儿，他也得伸把手啊。只要能把他绑进来，我就能把他扎在灶台上。你要真有办法，让三儿拿起炒勺，这饭馆我就让你接了。你就请好吧。
节目那事儿，我就特生气。有你爸这样的吗？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什么死也不选我，哎，你说有他这么说话的吗？我受得了吗？哼，你妈我也是要面的人，真是。那您说，我爸都那样了，还死乞白赖跟他复什么婚？那我不是为你吗？你爸要找个后妈，你受得了啊？哎，少拿我说事儿。嘿，那我要给你找个后爸，你觉得行吗？你又不是没吵过。小小，妈呀，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你看妈现在都这岁数，见的人多，什么有钱呀、有名啊、人长得帅呀，那都是虚的，真的。只有像你妈这样人老实，虽然她长得也不怎么样，但是踏实啊，我知根知底儿啊。哎呦，我觉得吧，我只有跟你爸说心里话，真的，我只能跟他说。妈呀，想好了，我呢就是得找一伴儿，这个伴儿吧，只有你爸最合适。妈，我真不想打击您，您说我爸都那么绝情了，这事儿还有可能吗？我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。大哥，您都来了，这阵仗有点大呀。于老板，哎，别，大哥您就别叫我于老板了，您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您就叫我于胖子吧。哥，咱兄弟，甭客气。对，今天谈正事，按规矩走。好。于老板，哎，我想问你，你这个醉八仙啊，这个工商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健康证、环境评测和排污证、消防批示、税务登记都齐全吧？大哥，您这都门清啊！我是干什么的？齐，都齐。啊，前段时间是凤儿做的年检，他最了解。大哥，醉八仙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。哦，还有啊，于老板，我还知道这个醉八仙的户主不是你，是从翟大爷手里租过来的。那个租赁合同在哪儿啊？大哥，这就是我跟翟家签的合约。我扔了。一样。每月75000，押二付一，每年按5%递增。我这一共签了10年，我干了3年，还有7年。大哥，三哥，凤儿，我这祖籍啊，您满石场还找去，没这么便宜的。我跟您这么说，您要是租这一点，那算是超着了。那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。哎，您问。第一呢，你现在这个醉八仙的经营状况，还有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醉八仙转让？哥，还有哥，别说没用的了。胖子，哎，给爹痛快话啊，别掖着藏着。这醉八仙打算多少钱出啊？爸妈，我来看您二老了。您二老身体还硬吗？嗯，好着呢。哎，这个是稻香村的八大件儿，妈，您最爱吃的。有心了，丫头。好些日子没见了，你可见瘦啊？最近过得好吗？妈。不太好，妈，别哭啊！妈，妈，回来了！哎，嫂子来了！嫂子，哎，瞎吵什么？管着吗？我乐意。哎，陈文心，你干嘛来了？哎。你的面具呢？戴上接着恶心我。
生。我来看爸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干嘛？铺天盖地的，你在老太太这告我黑状是吧？谁告你黑状了？我今天来跟爸妈说，想跟你复婚的事儿。哎，爸妈，没这事儿啊，不成啊，绝对不成。复婚这事儿，哎，甭想。我刚从你那苦海拖出来，我求您了啊！就算您行性好啊，别让我跟人家受罪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我让你受什么罪了，庄志全？让我受什么罪了？哎，咱们全家人都在这儿。哎，你当年那一发起火来，不是咬就是掐就是踹啊！我好在当过兵练过，要是一般人，早让你给整死了。哥，这我得说实话啊，那是赖你活该，谁让你找我嫂子的？不是不是，老三，你别胡乱成不成？这说正事儿呢。我说的实话呀，不是你当初跟嫂子离婚就不对，你凭什么一天到晚的怀疑他给你戴绿帽子？不是，什么叫我怀疑他呀？你问问他做过没做过。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絮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烟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轰轰火火的吆喝，把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地气。是岔开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生长在这里，一人一出戏。